欸，我盟友说这个超级容易中，欸，这一次的 pick up 有感来啦，卡包第一包，我们看第一包感觉就要中咯，感觉第一包就有货了，三蓝各位有货，三蓝好好兆头，第二包至少会有一红吧，至少会一红吧，好，第二包绕赛，第三包我们是要目标是要提升啊，提升的话我现在只有红卡，新红卡可以让我提升了，第三包满绿，那个到底哪个盟友跟我说很好抽的，啊，到底是谁啊，到底是谁跟我说这很好抽红卡，是不是在骗，哎呀中了，各位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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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棒了，好啦，这礼包 OK 啦，给过给过，至少有啊，我又中了西马舒服新红卡，对，这中了中了，好啦，我的盟友没有骗我啊，原来是好久陈瓮里，我这张有希望哦，中间张有希望哦，我，哦，没希望了，要满四色了吗？还没，我的盟友是满四色的，他们好几个都满四色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好抽，今天如果这十六包能让我满四色啊，我就跟你们讲，这礼包可以买，连我都能满四色，有什么道理你们不能，我是不是说今天真的大提升啊，这卡都是新卡，没有卡池，我们还没开卡池的啊，所以这个只要给我任何一张都是提升啊，红色闪电的下一张 OK， 有机会红，红的红的红的中了 Nice， 马库尔，各位三缺一啦，三缺一啦，他只要那个绿光滑过去我就知道一定是红，因为里面一排红色只有一张绿色，绿色没中就是一定红， Oh my god， 牌子坏啦，今天有人跟我说他一包全部买完，他一条龙买完之后直接开满四张还多一张，我不相信啊，看来今天，哎呦，闪电红色，蓝的，紫色的下一张是什么？紫色吗？哇，全满！我靠！傻眼猫咪！各位，这一包周末礼包，我代表游戏局子告诉你们，必买，没有第二句话，就是必买。紫色全开，是鬼吧？真的是鬼！哇，关托丁对吧？要洗了，关托，攻读生丁，尽量讲尽量讲，哇，多希望被别人讲关托攻读生啊，超爽啊！谁想当黑人啊？谁想当非洲人啊？干，尽量说，再来一个紫色的，哦，紫色闪电，下一张，靠背，绿色，我记得四色系列卡也蛮多的，跟那个梦魇系列一样。哦，这张中间这张保底，保底啦！双红卡，紫卡中，哇！哎，六红了吧？各位，我今天六红了，六红啦！我也有今天啊，是不是如标题太提升了？已经不是大提升，是太大的提升。我去改标题吗？最后一包。该不会有紫吧？有保底吗？那张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无所谓了。Oh my god！ 四色一家亲。哎，这四色看起来蛮爽的，突然觉得四色很好看啊！而且我们今天还可以合紫，因为重复两张。我们还可以合紫，该不会今天真的是先红再紫的节奏吧？来吧，一起见证奇迹啊！卡士伯 ，HP 加50，西马 ，PVP 减伤加一 ，MP 回复加一，再来马库尔，防御多一，抗魔多一，再来。八土色减伤加一，哇，这个厉害了，补了伤害再加一，魔攻加一，哇，补烂还多两张，是不是要来一发了？我觉得今天的运气可以耶，
感觉今天可以上一下，哎，快保底啦！每买一次礼包就多往前进一张纸，或者是多一次分数，通了吗？今天超级正面空仓，现在先来简单合成一下。其实今天我原本只是想要轻松开个直播啊，就买个礼包，打个欧林，就轻松休息啊。想不到会这么多高潮迭起的，我都怕。哇靠，蓝色这么多张，这么多蓝，难道 today is my day？ 那我们把它都合一合吧。欸，蓝卡很多欸，坏掉了、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蓝欸，干好多、哦。我们看一下哦，合个1、2，我们四个台子啊，第一发。好，没有，先垫三次。第二发，来，好，没有，来，第三发，合，好，又没有，来吧，紫变，帮我刷一排紫色，谢谢，可以帮我刷紫色了，刷起来，我们今天鲜红再紫，集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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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，点赞订阅，集气。准备合成，3、2、1，合成，紫色闪电降临，没有啊、没有，可惜没有。那两张我都有了，所以有的话我就直接重复一，直接拿到金变门票。可惜，没关系，我们保底多一，现在也快要保底了。我的紫卡已经11张了，也他都不给我重复啊，我也不勉强了。他、啊、后面给我什么，我就收什么。好，你们以为结束了吗？来，最后一链紫色光芒，我来许愿一下，拜托，拜托，求你，求你，算我求你了。最高福石，我或者都婉熊跟秩序的炼金，这两张我还没有，其他我都有了，就这几个，拜托了，拜托了 ，onegai shimasu， 拜托，拜托，捏捏，哦，点点红水晶。眼睛开始紫色之光诞生了，不要 ，no！ 哎，幸福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夜祸。好、啊，各位，今天直播到这边啊，谢谢你们，大家拜拜。喜欢我的朋友，帮我点个订阅，点个赞，拜拜。